河洛地区自古以来被视作天下治中的原野，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在这片开阔地带放缓了原本匆忙的脚步，与洛河一起从容而耐心地滋养出沿岸的沃土。数千年前，正是在这片沃土之上，中华先民用汗水和智慧回应自然的馈赠， 书写出一段农耕文明的美妙序章，而这一序章可以从一株野生植物说起。在河南当地有一种野草，农民们叫它谷韭子，在谷子地中常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它们昂着头，倔强地生长在颗粒饱满的谷穗中间。 这让人想起一句成语“良莠不齐”，意思是好和坏都有，混杂在一起。其中“莠”“坏”的“有”便是乡野间这种常见的狗尾草。许多人不知道，这种野草其实已经与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演进相伴相生数千年，而且与养育河洛地区先民的粟， 也就是俗称谷子的小米，有着颇为深厚的渊源。夫民之大事在农，在宽广土地上的栖居、劳作与收获，常常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最原初的乡愁。自古以来，对农业的注重 更是贯穿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核心观念之一。古代中国以社稷指代国本，社是土地之神，稷是谷物之神。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中称稷为五谷之长。 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记载，谷，稷也，名粟，稷又称粟，也就是现如今我们所熟知的小米。社稷之稷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中国农作物的代表？这个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有直接关系。 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是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所以呢，这种文化的传承，就造成了粟作为当时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谷物，把它用作代表整个农作物就传承下来。时至今日， 仍有很多人的一天是从早餐桌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开始的，鲜香清糯的小米粥唤醒了人们的胃，继而唤醒了身体和大脑，生活和工作忙碌或悠闲。数千年前的先民们，可能也是以同样的食物开启他们新的一天。 但作为古人主粮之一的小米，究竟从何而来呢？粟呢，它的谷穗呢是拢在一起啊，像一个狗尾巴一样。一说到狗尾巴呢，我们可能大家马上就想到的，我们到处可见的狗尾巴草，通过解剖学，甚至它的这个 DNA 的分析，确定了它们俩实际是一个前后 这个程序的这个关系，也就是说，粟就是从狗尾草驯化而成。中国考古迄今发现最早的碳化粟遗存，出土于北京东湖岭遗址，距今约10000年左右。这表明，在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年代，先民就已经开始驯化野生狗尾草， 最终培育出人工栽培的粟，并逐步在北方地区广泛种植。考古人从土壤中提取粟等植物遗存，通常采用浮选法，
遗址中的土壤经过初筛之后，都会这样过一遍水，让碳化植物遗存能够从土样中分离出来。提取自遗址的样本被送往实验室，进一步过筛分离。那么一般我们在实验室获取到这样的一个样品以后呢，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孔径的分样筛，就是分离出不同大小的植物的这个种类。给你看比较大的一些木炭呢，包括一些这个水生的这种螺壳，它会留在这里下面，这是第二层的。那么是第二层的呢，这个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是更细小的一些更细小的一些。那么到了这个第三层啊，它就更小了啊，更细碎了。这个很多时候我们肉眼已经看不出来它们的整体的一个状况。研究人员在显微镜下进行精细分筛、辨别、归类。河洛地区先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素，就是这样被发现的。从10000多年前开始的新石器时代，是人类进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阶段，而农业堪称新石器时代一次伟大的革命。它以农耕和畜牧的出现为划时代标志，表明人类逐步脱离蒙昧与野蛮，进入到更为安定有序的农业文明阶段。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古代农业呢分为两个源流，一个是沿黄河流域分布的北方汉族农业，一个呢是沿长江流域分布的南方稻作农业。所以在仰韶文化时期，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特点是以种植粟和黍这两种谷物为代表的汉族农业生产特点。事实上，小米粟和俗称黄米的黍，只是河洛地区先民的主要粮食作物。在那个农业大发展的时期，这片沃土之上，日渐呈现出五谷丰登的雏形。五谷，一般指小米、黄米、水稻、大豆、小麦。考古证据表明，在距今约7000年到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除了粟和黍之外，水稻和大豆也相继出现在河洛地区多处聚落中。而到了距今约4500年到3800年间，源于西亚的小麦传入河洛地区，并在这里扎根。至此，传统意义上的五谷在河洛地区集结完毕。而为什么偏偏是粟这种农作物成为史前河洛地区的绝对主粮呢？粟呢有几个很重要的优势啊，其中一个呢是比较耐旱，第二大特点呢就是易储藏，粟储藏的时间最长，而且储藏的条件要求最低。第三个优点呢，就是粟的根茎叶是一个良好的家养动物的饲料，适口性强，啊，营养成分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粟成为我们中国古代先民长期以来最重要的农作物品种是有它的道理。河洛地区五谷丰登的农作物种植模式，为古代先民提供了更为稳定多元的粮食来源，从而为人口集聚、社会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固的保障。在农耕文明的伟大进程中，河洛地区为什么能表现出如此独特的优势？考古人在厚厚的地层中找寻到了一种解答。这个地方修一个蓄水池，挖了这么一个大坑，所以才发现了这个双排石遗址。好像是。我是想确定这个地层的年代。三层。主要是这个地层的年代。四层吧。
如果找碳纤的话，三层也找，四层也找，五层也找。嗯，对，这是这是这个这个口是线画的有问题，这个口没问题，这个口是没问题的。嗯，过来，这个莫多文和鲁鹏，多年以来一直在从事环境考古研究，对河洛地区的地层特点已非常熟悉。今天他们再次来到双槐树遗址采集土样。刚才是九层是吗？七八九层。对，九。然后十一。对，这四层。这个样本不能接光，它这个测年的原理就是这样，它一接光以后它断，所以呢，你在采样的时候，看就是要实际上是算它埋藏了多长时间。所以你要曝光的话，一曝光它就埋藏没时间了。它越一般来讲，要是呢，这个如果这一块土，成别的。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巩义，坐落在洛河与黄河交汇处南岸，双槐树村南边的台地上。它是迄今为止河洛地区发现的5000多年前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这一聚落的形成离不开农业生产强有力的支撑。整个中原地区啊，它的地貌啊，就是地形特点，就是有这种黄土台地，那地势是比较高的，对于这个甚至汉族农业而言挺好。在一些地势比较低平的，如果水资源条件比较好的时候，它的稻作农业还是也不错，表层的这个土壤就是相对来讲是一种黄土，比较疏松，比较透气，就是植物根系容易生长。所以在这个地区的话呢，就是说对于植物而言，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土地资源的条件。今天的中国北方仍是小米的主产地，小米等农作物的培育生长不仅离不开适宜的土壤，更需要适宜的气候，而环境考古方面的研究也窥见了那一时期独特的气候面貌。大概11000年以来，这叫全湿，那个时候的气温比现在可能还偏低一点，但是一直在往上升。大概距今7000多到6000年前后这段时间，这个气温比现在可能还要偏高，它也是降水最多的一个时期。所以趁着这个全是这个大暖期的这个气候背景下，所以这一波农业是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就开始了叫文明起源的这么一个阶段。历史上这一段气候温湿期助推了农业的大发展，五中国范围内不同地区均诞生了如璀璨繁星般的文化，河洛地区自然也是受益者之一。雨水落雨三大碗，大河小河都要满，气温上升，降水增多，使得6000多年前的河洛地区呈现出类似如今江南的面貌，河水水位普遍高于当下，岗地丘陵始于发展素熟等旱作农业，低矮的平原谷地则满足了稻作农业的需要，可谓五谷皆宜的宝地。河洛地区在仰韶中晚期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多样化的一个作物种植模式，你只有有一个系统的认识，你才有可能在这个有相对有限的这个空间内去安排这几种作物的种植，什么时候该种什么，什么时候该收割什么。仰韶中晚期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多样化的作物种植的结构，它对于龙山和阿里头时期我们河洛地区这种农业结构的形成应该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借鉴和经验的一个积累。宜于耕作的黄土，多元化的地貌形态，再加上全新式大暖期的气候神助攻，使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在5000-6000年前产生了跨越式大发展。对双槐树遗址相关植物考古研究发现，在当时农业生产已完全超越狩猎采集，成为绝对主导的经济模式。浮选的大量碳化植物中接近90%是农作物，且以素黍为主，
也有少量的水稻遗存。这个结果呢，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有个结论，就认识呢，当时呢已经进入了这个农业社会，农业生产已经成为这个双槐树人或者说是获得植物性食物资源的最主要途径。那么农业经济已经这个确立了它的这个绝对的主导地位。然而文明前进的道路绝非一帆风顺，当人们为农业的繁荣欢欣鼓舞之时，大自然酝酿的灾祸也时时幻伺。特别是距今4000年左右，全球发生了大规模的降温，接踵而来的是气候恶化、洪水频发。这一现象恰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在时间点上相对应。《史记·夏本纪》中就记载，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淮山相邻，夏民其忧。尧命大禹的父亲鲧治水9年，但水患难息。大禹子承父业，开山导水，终于疏通9条大河，自此九州之内才得以安定。而环境考古方面的研究也佐证了大禹治水传说的可能。大禹治水，我们认为就是龙山到二里头之间确实是我们国家洪水事件比较多的一个时期。这一次事件对我们黄河上游地区、西凉湖地区的这个史前文化的发展可能是有负面的影响。另外呢，就是长江中下游啊洪水泛滥的这种过程加剧频繁，然后黄河下游地区呢确实曾经也比较多的洪水泛滥的时期，它在龙山晚期开始，它的文化就出现了一种衰落的迹象。4000多年前的这次气候变化使得中华大地上许多区域性的文化逐渐衰落，而黄河中游的河洛地区为什么能够经受住考验并最终得以崛起为早期中国的诞生之地呢？中原地区的这种地形的起伏呢，不同高层的地形上它都能种植庄稼，也都能迎接聚落。那这样的话，如果说有洪水只影响了河谷地区，比河谷高一些的地方它就没什么影响。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特点呢，是以种植多品种为特点的这种五谷丰登式的农业生产制度，而这种农业生产制度最大特点就是抗灾能力强。所以当全球气候出现剧烈波动的时候，河洛地区呢它所受到的影响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啊，相对来说较弱。我们的考古发现证实，在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在中国大地上只有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黄河中游地区是采用了多品种农作物种植。五谷丰登式的农业生产制度使得河洛地区经受住了自然环境变迁的考验，在其他区域文明受到较大冲击的同时，迸发出农业文明绵延向前的勃勃生机。在周边地区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它还是这个持续的发展，所以它就有可能有潜力成为区域大整合的这个中心。另外从地理位置讲，它处在这个几个大地区的这个中间，它也容易吸纳这个周边的先进的一些文化因素来发展自己，同时呢它也很容易呢就是说把它的文化因素向周边辐射。古河洛地区农业生产大发展也催生着生产工具的不断创新。在甲骨文中有农字的两种异体分别描绘了使用工具去除杂草或砍伐林木的情态。河洛地区出土的一些石制工具就对农字做出了生动的诠释。那么这些工具都是什么样子，又表现出了怎样的特点呢？大量农具的出土
使我们对河洛地区农业生产图景的想象变得更加具体。石斧用来砍伐，可能做开荒之用。石铲是翻土用的工具，也可用来建造房屋。石铲的大量出现及使用，说明聪慧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了通过翻耕对土地进行反复利用。石刀和石镰是收割农作物的好帮手。石刀用于掐碎，而石镰则从作物茎秆处进行收割。石器呢，我个人认为它是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一个标志，特别是农业占主导地位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作用于农业活动的这样的一些工具，在这个考古发现当中呢，应该也是占的比例是最高的。对于河洛地区先民来说，较为发达的农业生产改善了人体的营养摄入，却也带来了一些烦恼。比如郑州大学生物考古专家周亚威通过双槐树遗址的骸骨研究发现，当时该遗址居民的龋齿患病率竟然达到了70%，相当于每10人中就有7人患有龋齿病，而年龄最小的龋齿病个体只有4岁。周亚威认为，当时龋齿病多发的现象和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研究发现呢，这个龋齿的发病率呢和这个农业起源呢是密切相关的。从欧洲发起的这个全球人类健康史计划上来看，就做了对西半球人群的一个调查，就发现呢，就是自从农业起源以后呢，人群的龋齿的发病率呢显著的增高。5000多年前，双槐树聚落的居民大量食用粟黍类作物，摄入食物的含糖量增高，从而导致龋齿高发，这与古代游牧民族的龋齿发病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通过我们对内蒙古地区还有这个新疆地区的游牧民族的这个人群的调查，然后再对比我们中原地区的这些农耕人群，发现呢，就农耕人群的龋齿率呢是显著的是要高于游牧人群的。比如说我们做的孙庄遗址、汪沟遗址还有双槐树遗址，这三个遗址的这个人群的龋齿的发病率都达到了70%以上。新疆地区的一些游牧人群龋齿的发病率确实比较低，有的还不超过15%。民以食为天，当今时代人类能够获取的食材极为丰富，农贸市场里琳琅满目的产品，大小餐厅中荤素搭配的菜肴，为我们的身体提供着种种营养。无论是出于健康的需要，还是出于对饮食质量的追求，古人当然也同今人一样，不会仅仅满足于粟稻等碳水类食物的摄入，先民们也是无肉不欢的。考古证据表明，河洛地区先民补充蛋白质的主要肉食是通过驯化饲养家畜来获取的，而最主要的肉食性家畜就是家猪。根据这个猪然后是他们埋藏的那个照片来说，整体上是比较平静，然后是比较平直的状态，然后是摆放在那儿。这是我们家猪的标本吧？嗯，这明显看出来，明显哦。对，它那个嘴也变短了，然后这个家猪的这个顶骨这个部位抬升的比较厉害。但是咱们这个猪的话，然后它整个的形态呢，然后是跟咱的家猪是非常接近的，但是也具有一定的野猪的特征，说明当时的然后是这个驯化的水平比较发达，但是说还是初期阶段。就对对，以河洛地区为例，在早期阶段，
家猪在哺乳动物种群当中所占的比例大体是 20% 到 30% 这样的比例，但是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也是到了距今5300年左右的时候，在双槐树遗址当中呢，家猪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了接近于 80%， 这就表示是说当时以家猪为代表的家畜饲养业的规模已经相当的庞大，家猪饲养的水平也相当的高。家猪是中国古代先民从野猪驯化而来的，最早可追溯到距今9000年到8000年前。对猪骨遗骸的测定是判定是否为家猪的一大依据。河洛地区多处遗址出土的猪骨测龄结果显示，这些猪的年龄普遍集中在2岁以下，1岁左右居多。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呢？人类出于自己的这种驯化的目的呢，会对它的动物的年龄呢，然后是进行一定的控制。比如说，对于这个食肉的动物而言呢，人类总是在它肉量最多、肉质最好的时候将这种动物宰杀掉。以猪为例，中国考古遗址当中出土的家猪的年龄结构大体是在1.5岁到2岁这样一个年龄阶段。不只是饲养家猪，距今约4500年至4000年前，家养黄牛和绵羊从西亚传入河洛地区。距今约3800年到350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山羊也现身于河洛地区各聚落中。多处遗址发现的大量家畜遗骸，印证了当时河洛地区农业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用农业生产的副产品饲喂家畜，以获得稳定可持续的动物资源，进而实现了更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也促使了人口的大量增加。对于河南地区来说，比如说仰韶文化时期，人口的数量有最初阶段的大体二十万，上升到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大体是90多万，人口数量急剧的增长背后，其实以家猪为代表的家养动物的肉食贡献提供了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肉食贡献率。得天独厚的河洛大地，相较于其他地区，以多品种农作物种植生产方式为支撑，为聚落壮大、人口增长、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推动这片大地上的农耕文明蓬勃向前。黄河洛水流淌不息，在河洛这片沃土之上，先民们在漫长的岁月更迭中脚踏实地勤恳劳作，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努力，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农业文明的奇迹。他们将汗水洒向这片沃土，将热情倾注于这片沃土，这片沃土以五谷丰登、人畜兴旺作为回报。青青古香是文明传承的香子，从几千年前飘到今天，沁人心脾，从未断绝。